我查密，我立志。OK， 龙岩呢？他现在还在马尔，哎、欸，那是马尔蒂夫嘛？没有，龙岩在这里，龙岩在这里。龙岩在这里，龙岩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岩。那这次的话呢，我们来到市区，因为最近呢风大浪大，岸抛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 OK 啦，有海边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次的话就找了一些朋友，没有是朋友找我们。下面对，下面的话这边是伟轩朋友。德我们现在这个是叫朋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那刚刚他们我们来之前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种了一只七八斤的驴，肚子真的怀的是跟四胞胎一样，真的很夸张。OK， 那我们来 go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回到，是不是好像要回来了？哦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中了中了，哦。在家换个地方，真的是很刺激。没考虑下次拿海螺杆来钓。好弯，好弯，好弯！哦，下午就是想体会这种感觉。哇，好大只，好大只的乌鱼！哇，真的是很大哎！冲吗？他好像不会往外冲哎、欸！哇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很宽，很弯，很弯。放下，哇，好好好山哦！这不咬吗？我看那个咬框就夸张。
头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是不是勾到大头莲了？大头莲。大头莲。好可惜，我的线，你的线怎么了？走的，我防水装，哇，这小调皮蛋又过来了，哇，好臭，闻到厕所的味道了，然后他们特别喜欢厕所味吗？这应该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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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应该是他哦，他很凶哦，看来他很饿，不然他很神奇。啊？人？他那个真的超夸张哎，乌鱼是碗，他是直接出现。再战大头莲，哇，他打他了，他刚好像有缓缓的飘起来，侧身吸了一口，然后又下去。有射到吗？看 ，OK， 各位观众有看到、哦，就这样子，我被抢爆了。有了有了，状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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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